怎么了？这个你修好了。吃饭的家伙事，可别再弄丢了。需要知道未来了。飘过今年，我比怪只断情绝，相逢恨聚散无缘，诉不完这一场爱离别，相爱在决绝之前。不问结局，只为真心。我相信事在人为。我看你是不想好好出谋营生，想永远赖在都公府吧。我问你啊，你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哎呦，我的都公千岁爷呀，奴才可找着您了。出什么事了吗？镇国公回京了，陛下急召您入宫，快随我来吧。慕容藏，你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老老实实待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对不住我的有很多，为何我对不住的偏偏只有你一个？如果我们只是寻常人家的两个孩子，该有多好。慕容藏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你的命我来改。镇国公大人到。臣见过陛下。舅舅免礼，一路辛苦。谢陛下，臣不辛苦，领兵在外保家卫国，誓死抗争，马革裹尸，这都是分内之事。只是慕容藏这一介阉人，居然也能在这金殿上指指点点，成何体统？陛下年幼，被这阉术巧言哄骗，任由他祸乱朝纲，是臣失职啊。镇国公似乎对都公有所误解，你们都是朕的左膀右臂。护将军被阉术私刑处死，陛下还执迷不悟，都公大人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，狐假虎威，根本没有把陛下放在眼里。护将军贪污赈灾银两，勾结盗匪作案，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坏事做尽，死不足惜。难道镇国公的眼中只能看得到结党营私，看不到民心所向吗？这份万民书就是民意。处死护将军实乃大快人心。如此看来，是我误会了。杀死护将军
虽不合律令，但也是大快人心一件好事啊。镇国公深明大义。来人，杨太医。国公您的见面礼，慕容有些看不明白。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督公，这太监可不是那么好装的。镇国公慎言，督公是朕亲封的千岁，容不得半点非议。陛下，老臣明白，督公大人劳苦功高，又深得陛下喜爱。是不是真太监这并不重要，但是这杨太医并没有让督公验明正身，实乃是以权谋私，欺君罔上。老臣替陛下除了此等奸佞之辈，倾诉朝堂，还望陛下不要怪罪臣的一片心意。镇国公的好意，慕容不敢不收。哎，小小礼物，督公何必如此见外啊。你这把剑，镇国公可曾见过？老臣久战沙场，见过的宝剑倒是不少，但此剑锋芒平平，应该不是出自于名家之手吧？没错，此剑是一伙灭族强盗所持。原来督公还关注杀人越货的勾当。是，虽然他们每个人都行踪诡异，但本座还是让他们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雪琴见过陛下。爹，您怎么回朝了，也没回家看看女儿啊？雪琴，你来做什么？爹爹长久在外征战，九死一生，做女儿的当然是要第一时间来看望爹爹。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，你怎么越发不懂规矩了？奴才罪该万死。你这个废物，殿前失仪，还不快滚出去。是。等等，那个小丫头，你把头转过来。做什么？我不是。
不透水火金月，碰撞的两朵云终成雪，洒落飘过今年。落笔怪枝断情绝，相逢恨聚散无缘，诉不完这一场